日前有网友在五星级酒店偶遇 Angelababy， 网曝照片中 Baby 陪伴儿子小海绵在酒店泳池游泳，他穿着白色浴袍一直坐在泳池边看着孩子，画面十分温馨。小海绵正面看起来虎头虎脑超可爱，酷似黄晓明小时候。照片中 Baby 穿着宽松的衣服十分保守，而且还是素颜出镜，他一直坐在泳池边看着孩子，小海绵则是被偶遇的网友细心的用星星贴纸遮挡住了，以此来保护小朋友。据悉当天小海绵一直与外婆一起玩水， Baby 则是在一旁看着儿子游泳，自己并未下水。 Baby 虽然工作十分繁忙，但对小海绵的陪伴却并未因为工作原因减少，似乎每逢假期或是休息时，他都会与妈妈或者婆婆一起带小海绵出门玩耍。母子俩同框合影时，小海绵也会下意识看向妈妈，是真的很有爱啦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